今天我要来参加一场寿司厨师的考试，来看一下这位考官要说什么吧。要获得这项工作，你需要成功烹饪四道菜。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客人在餐厅里等待你们的料理。在我们的第一道菜中，我们将专注于基础的知识，白饭和海苔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的管家一直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如果你看到他在走廊里流浪，请远离他。啊？为什么要远离一个不舒服的管家啊？刚才是不是有一只怪物？我没有看错吧？哇，该不会管家变成怪物了吧？然后考试开始了，第一道菜是什么？啊？一碗白饭。好，要做出一碗白饭的话，需要米。米在哪里啊？配料室里吗？哦，门开了。好，到这里面找找吧。这里面有米吗？往这找。这边有米吗？哦，前面有红光哎，到红光那边找找。这边呢？哇，有一只怪物，我果然没看错，管家变成怪物啦。好，要小心那一只怪物。那米呢？米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来，有了，获得一碗米了。好，赶快回到厨房吧。哇，怪物，他过去了。哇，拐了，有人被怪物杀掉啦。快点，快点。不要啊！啊，回到厨房了，他应该不会过来吧？总之，先来烘了米吧。来吧，把米丢到锅子里面煮。如果要做出好吃的寿司的话，必须很用心的烘了米饭才行。好，饭煮好了，获得了一碗好吃的白饭。然后要把这碗白饭放到盘子上面，接着把这碗白饭送到餐厅的输送带上。啊，这边，这边。哦，完成第一道菜了。现在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好，我们是一般守卫。啊？你处于严重危险中。我没有时间解释太多，解释清楚啊！你现在正处于一个跨维度的世界中心。什么意思啊？又回到考试会场了。在第二道菜中，我们想看看你怎么准备鱼。你可以在我们的渔场找到你所需要的所有鱼。危险，请勿进入水中。哦，水里面有什么吗？为什么不能进入水中啊？真的有东西！哇，水里面有怪物是不是？接着第二道菜是鱼海苔寿司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总之先到渔场吧。渔场的话是要往这对吧？前面有怪物吗？哇，红光，有红光就是有怪物对吧？然后到了渔场了，鱼啊，是前面那只鱼。哎呦，这平台怎么下去啦？要小心啊，这平台会下去啊！啊，它变成红圈的时候就要赶快离开那个平台，不然就会掉到水里面啊。金枪鱼，没事。水里面真的有一只怪物啊！哇，有一只章鱼怪物。好，要小心啊！来，先拿金枪鱼吧，然后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哇，变成红色的了，我这边赶快过去，赶快离开这个渔场吧。接着我还需要米，还有海带。来，先拿米，然后再拿海带。一次只能拥有两个物品。哇，等一下还要再来一趟。然后怪物在哪？哇，在前面，这样子我怎么回去厨房啊？哦，他过去了。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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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我的厨房吧。这边要怎么处理鱼啊？啊，把它放这是吧？好，哇，会自动切鱼哎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好，来煮米吧，来吧。然后我还需要海带，再回去那间房间里拿海带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怪物，怪物，哇，怪物在前面，救命啦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捞一下，捞一下，捞一下。来，这边啊，也再拿个米好了，搞不好等一下用得到。然后海带，怪物应该走了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赶快回到厨房吧。把这个海带放到机器里面，做成海苔。然后鱼好像处理完了，这鱼一样，把它放到盘子上面吧。然后米也煮好了，变成饭了。来，放到盘子上。哦，做好了金枪鱼寿司，接着还需要海苔，海苔也做好了。
来，融合吧。有了，做好了金枪鱼海苔寿司。来，把金枪鱼海苔寿司放到输送带上。哦，有了，完成第二道菜了，又完成了一门课了，做得好。在第三道菜中，我们想添加蔬菜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蔬菜园。现在怎么回事？怎么又这样啦？金普不是他看起来的样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正在采收并出售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必须要从那里逃离啊？为什么要逃离啊？然后这边考官说要留意园艺师，为什么啊？该不会园艺师也是怪物吧？哇，真的！园艺师也是怪物。第三道菜，金枪鱼萝卜海苔寿司，来吧来吧，鱼长鱼长，来小心小心，哦，怪物在哪？那一只鱼在哪？来，从这边跳过去吧。来，小心哦，不要掉到水里面。好，获得金枪鱼了。接着我想到蔬菜园，要去拿红萝卜。蔬菜园在哪？我这边怎么有这个液体啊？哇，踩到这速度变超慢的！哇哦，要小心那个黑色液体啊！踩到之后速度变很慢，如果鬼在旁边就完蛋了。啊，蔬菜园在这。好，红萝卜在哪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轮梯。总之，先到这看看吧。这间房间里有红萝卜啊？哎，有哎。获得红萝卜了，把红萝卜跟鱼放在盘子上面，接着还需要饭，然后还需要海苔，来，有了，完成了金枪鱼萝卜海苔寿司，来吧，把这道料理放到输送带上，有了，完成第三道菜了，好，接着最后一道菜，我们将添加我们的秘密食材，啊？秘密食材是什么啊？你可以在我们的处理室找到它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该不会是怪物的某个器官吧？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材哦，它太棒了！我们每个月都卖出数百桶。到底是什么啊？哎，又是夜班保全。夜班保全到底想怎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正在尝试为你找寻逃生路径，活到我们搞清楚为止。然后又回到处理室了。我们使用这款独一无二的机器进行处理，要制造我们的特殊成分，要拉动这个机关。一旦处理完成，就把它放到盘子上。不过，请别让我们的保安人员看见你。哇，保安人员是那只大虫吗？好，第四道菜。哇，这什么寿司啊？我想要先到那个处理室那边看看，处理室在哪？我这边找找吧。处理室，处理室。哦，处理室是在这对吧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要怎么去拿那个食材啊？往这吗？哦，那个宝泉，哇，是好大只的虫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不能被这个光照到对吧？被照到就糟了。看一下啊，往这吧，来来，哇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哇，被找到啦，救命啦，哇，死掉了。好，来吧，再一次，这次往这吧，快快快快，苍蝇来了，然后，哎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等他绕过去，好，快跑啊，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快点快点快点，然后还有一只是吧，等他过去，好，最佳时机，快点冲哦。 OK， 他过去了，接着要从这边爬上去吗？来吧，爬上去看看。哦，看到那个机关了，要拉这个机关对吧？拉下去，然后呢，秘密食材要怎么获得啊？哇，有好多哦，这个东西滚下来哦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哟，把压扁了。然后呢？哦，有一根管子。哦，吸取这些液体上去了。然
后通过这个管道到这台机器这里面处理。哦，处理好了，得到了一杯特殊的材料。好，来做诡异的寿司吧。米已经煮好了，来把这个米跟黑色一体融合在一起，然后鱼也处理好了，来放去。有了比目鱼寿司加上奇怪的黑色液体，这到底是什么寿司啊？超级诡异的，来把它送出去吧。有了，四道菜都完成了。哎，又是夜班保全，这次又怎么了？再次您好，幸运的是我们在二楼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出口，你需要去研究电梯呢。我们正在启动它，但无法让它保持开启的时间。在电梯关闭之前去电梯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哇，只有一分钟哎！正在结束广播，祝你好运。啊，现在怎么回事？啊，怪物来啦！救命啦！鱼啊！啊！救命！不要啊！啊！怎么办啦？中毒啦！欸，怪物在前面对不对？啊！有那只章鱼！啊！怪物！救命！不要！快点！快点！哇！快快快！只有四秒！啊！二一零！哇！太刺激了吧！好，这样子就可以逃离这边了吧？哇！这什么考试啊？早知道不要来了。哦，电梯门开了。哈，金普研究实验室，什么意思？逃离了吗？哈，月光寿司？啊，我刚才做的寿司就是月光寿司，是不是？我们连续15年赢得最佳寿司餐厅，直到一年后，批评家才认为传统寿司很无聊。他们说我们不能创造任何新的或有趣的东西，他们剥夺了我们的称号，并把它交给了一些融合餐厅。我们发誓要通过寻找一个全新的成分来证明他们是错的。我在海洋深处找到了它。啊，找到了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现在怎么回事啊？耶，打开了欸。耶，有一只怪物欸。哇，那个蛋耶、yeah! 原来那个特殊材料是这只怪物鱼的蛋啊。然后这边门开了欸，往这耶、有一颗蛋欸，蛋往这边过去了，然后再消毒还有测试质量。哦，有一颗蛋失败了是吧？这颗蛋，哦，这颗蛋成功认证了，然后保存和包装，然后呢，我可以逃离了吗？什么让这些蛋如此特别啊？呦，有一个人欸，他吃月光寿司欸。那个寿司吃了会怎样啊？我怎么觉得那个寿司吃了会不太妙啊？他的毒素能唤起你最喜欢的食物和味道和记忆。哇，这是毒品吧？这种东西味道像苹果派，奶奶的苹果派。服务员，给我更多。哇，他越吃越疯狂了。欸，变成怪物啦！一旦吃了那个月光寿司，就会变成怪物，你就再也不能吃其他东西了。欸，快点啦，快点让我逃离啊！门还不开，要往哪边逃离啊？这边是不是门可以开吗？是时候让你离开这里了。正在启动虚空之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欸，有一只怪物欸，快点啊，快点让我逃离。哦，门开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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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怪物在后面啊。呀，你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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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等一下，这路是怎样啊？哎，我跳我跳我跳。欸，这样算是逃离了吗？我好像被吸进虚空之门了欸。